表姐，什么代志？佩佩，我妈在哦，原本要来去南部勘察偏远地区的医疗资源，用过临时接到一个重大手术，爱做，你敢那替我走一撮？好啊，无问题。好，安尼麻烦你，多谢你。是我，我已经陪陪调开，明仔伊人袂伫个台北。有啥物话，等明早接到你以后，咱当面再讲。我是林东。拄则经过初步检查，会长伊是因为经输出过激动，而且造成血压较悬，其他的部分无啥物问题。要唔过我是建议啦，会长伊嘛有回啊。多趁这个机会哦，留在病院做其他详细检查。方院长多谢你，那呢，麻烦你替我们爸安排。嗯。会长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你的情绪哦，都要稍微控制，唔通伤过激动，啊那无真正影响到你的身体呢。一定是为着急要救我，而且连家己受伤拢无注意到，可是奈这样过，我到底是咧创啥？谁那连伊那受伤我拢唔知影，我拢无注意到，我奈真无路用啦！来，你无需要这样阻止，这嘛变个怪，可是急救了，小兵就无在线。我相信四瑶啊，一定会尽全力啊去救伊。对，小兵一定会平安，小兵一定会无代志。等伊好起来了，我一定尽我全力保护伊。我要让伊过着普通查某囡仔的生活，我要好好疼惜伊、照顾伊，绝对袂阁让伊，绝对袂阁让伊去拄着这样危险的代志。小兵的工具是穿刺伤，应该是扣钢筋之类较重的物件插过去，伤得夸张，造成脑血过多，是不是有季节？我嘛唔敢肯定。伯伯，恁今日去看，凡事甲会淡薄力量渡过这难关。敢要抱太大期望，我认为伊的伤并不乐观。